天兔台风今天上午8: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那么高雄市府呢决定今天中午过后就要把小鸭吊上陆地来泄气，并且用帆布覆盖，粉丝恐怕要等到台风警报解除之后才能再一睹小鸭的可爱模样。黄色小鸭呢在昨天上午才充好气，下午4:00进驻高雄光荣码头，今天就因为天兔转成了强台来搅局，午后就会赶着泄气来避避天兔的风头。民众现在呢只能期待台风赶快远离，还给高雄光荣码头可爱的黄色小鸭。